现在可以去看冰川，有一个隐藏的冰川是可以近距离的接触的，就是前边那一片冰山当中的一座冰川。我们左手不远处可以看到这个冰川，啊，车开不过去，要走到那里，你看着很近，走到那里估计也得半个小时、一个小时的样子。今天来不及了，而且这路肯定是不好走。海哥在加拿大的班夫国家公园近距离接触过冰川，踏上了过冰川，在冰川上行走，去触摸它，去看它的纹理。这前边有两个山谷，中间呢白白的像瀑布一样的结构呢，就是冰川。这边有一座老的大桥，不用的大桥。然后左手边再看这两个冰川，这个角度看这两个冰川就更清晰了。在这里看这两个冰川更近了。在这个停车场停车，去看瀑布、看冰川，要付费的，付费停车场。刚交了10块钱的停车费。卖食品饮料的车，这边有可以预定旅游团。前面是游客中心，看这片冰川的区域差不多占了冰岛面积的1/4啊。游客中心，人巡台。嗨，Can I？ Yeah, you can. 这里卖旅游纪念品。书籍、明信片、T-shirt， 安静祥和。从这儿你可以看到这个冰川呢，逐年的缩减，在短短的8年中啊。在这个视角上的冰川就已经消失了。从徒步步道的入口这儿去瀑布需要走将近2公里，35分钟到。沿着这个绿色的标识走就不会走丢，或者用 GPS 也可以。斯塔提夫瀑布还有1.2公里呢。腿有点软，这一天走的路太多了。
费了这么大劲，刚挪了400米，还有800米，我有点体力不支，但坚持，但有坚持。远远的已经看到了瀑布，还有少说600米的距离啊。这个瀑布出名在于瀑布的两边的崖壁呀，是这种旋涌岩结构的石柱。首都雷克雅未克的教堂的建筑设计灵感就来自这个瀑布旁边的悬崖。是的，终于看到了它的庐山真面目。我已经决定不下去了，这就算来了。看完了瀑布，回到了游客中心。下一个徒步的去看冰川这个项目，100%需要取消了。现在已经7点了，首先人家关闭了，第二，我还有130多公里的路到霍芬住处。路当中呢，还有大小10个景点，还有就是我的体力已经透支了。左手边，我见到最大一片鲁冰花。我们刚刚过了这小冰湖，小冰湖不停了，直接奔大冰湖。现在到晚上8:30了，这就是冰岛的另一个热门景点。右手是钻石海滩，我的左手就是冰湖。钻石海滩呢，其实就是冰湖里边还没有来得及化的冰啊，堆积在海滩上，如钻石一般，所以叫钻石海滩。这么大的景点，竟然停车不用交费。刚才差一点没有把车撞坏，我现在神志有点不清楚，太困太累了。离住处还有将近100公里，
还要开一个小时。问到达住处可能就将近十点了，今天很辛苦很艰苦。一口气开出了很远，这回没犯困。这个地方呢叫 Eski 的一个稍作停留的停车位，此时此刻呢是晚上9:20，看太阳还老高。这就是冰岛的极昼。霍芬估计再有半个小时就到了，到住处将近10点。到了，赶紧洗个澡，煮碗热汤面，然后稍微整理一下视频就睡觉。可别像昨天晚上似的，整理视频整理到2点，睡到4点，醒了之后就再没睡着，就只睡2个小时。今天多危险，开车睡觉。洗碗机，它这两个炉头，显然这个厨房就设施就特别完备，而且特别大。看起来他们就是说人特别多，生意特别的好。同样也是比较干净。这是他的四人间，这是双人间。从道边上捡了一个人，他搭车。还是没有想起来加油。